因为老师不知道听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年初分开之后，然后年终大概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是见过一次面的。你们年初之前交往了多久？年初之前我们是2010年认识的，将近2年的时间。怎么会关系这么近的一个朋友，你对他所有的情况一无所知，所有的联系方式只有一个电话号码，除此之外什么都消失了，这个人说消失就消失，你没有感到好奇或者是觉得很恐怖吗？而只是收到这个信你才会开始担心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好奇就是，这个张浩跟他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他在信上说让你去找爸爸，但是他跟他爸爸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爸爸怎么了？他爸爸任何消息我都不知道。对，他妈妈怎么了？他只心里只提过他想结束自己生命，唯一放不下。你在此之前完全不知道吗？不知道。他这个人从哪儿来的？老家在哪儿？老家是鞍山的。住在哪儿？详细的我不知道。但是姑娘，我想问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他第一次给你寄信是什么时候寄的？他第一次给我寄信是在12月20号那天。然后他就明确的要说到他在今年的1月21号，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就是提前一个月跟你讲。对。每天一封信。对，每天一封信。每一封信，他有倒计时吗？就是说我，他一直在说是。1月21号，他没有说每一封信，他只是说每一封信里面都提到说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说我活着是一种累赘，是一种罪祸，我拖累了，就是说我给任何人添了麻烦，他就始终在这样说。信里谈没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找到他的父亲来照顾他的母亲，他就可以安心的去走，找到找不到都要结束，是吗？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信的地址上面是从北京发出来的，但是任何地址都没有留。王鑫收到的神秘来信居然是从北京发出的，可王鑫不是说张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回到老家辽宁鞍山工作了吗？那如果这信真的是张浩写的，那应该是从鞍山发出的才对啊。张浩到底在哪里？这些信件里描述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恶作剧？如果我们相信他不是恶作剧，那么一个年轻的生命为什么要做这场生命的倒计时呢？疑点还不止这些。